到这晚新闻，我先小文来看较新奇的消息咯。中华会端午农民伫咧家己厝内金针园内底发现一个鸟仔兽，内底有五粒红色的鸟仔蛋。农民感觉真神奇，伊就翕相起来，抛起咧网络问大家，这是虾米款鸟仔的蛋？想要讲有网友就认为讲，伊是故意将这个小番茄放入去鸟仔兽内底搞笑。后来经过教会专家鉴定，这确实是鸟仔蛋。就是这张放伫咧网络顶端的相片，和单身农民去互网友认为伊是伫咧军生笑。农民讲，伊的金针园用有机的方式来种，无喷农药，所以常常有搬家、白头裤等鸟仔来做收生蛋，生态多元。最近发现一个鸟巢内底有五粒红色的鸟仔蛋，因为从来毋捌看过，所以就翕着相片要来找答案。我把相片po到那个花坛人俱乐部以后，才知道这种鸟叫做灰头鹪鹰，又叫做丢丢蛋啊。然后俱乐部里面的人，网友们就是在讨论说，它到底是红蛋呢，还是说是圣女小番茄呢？他以为我故意拿一个旧鸟巢放了圣女小番茄来戏弄大家。虽然去有网友讲伊在军生笑，不过有教会专家出面澄清讲，这确实是鸟仔蛋，是餐园真正看到，俗称网洞之外的灰头鹪鹰。大众新闻电视台回答采访报道。